你媒体的是吧？嗯，你不用搞这套，小人就他。我之前在他那边买的面膜，现在我脸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他现在不给我解决。我之前就是冲着面膜少爷的品牌来的，现在产品质量变了，态度也变了，关键就是这态度变了。哦，您就是面膜少爷。我就冲他是草根出身，他刚开始态度好的时候给我们产品展示，一分钟试180张面膜。哦，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，你这还欧呢，我一分钟试180张，我一秒钟喝3张，我这四川变脸了，我这我是卖面膜吗？他之前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当快递，我每次一开门他就跪在我面前，然后膝盖当脚，把鞋子坐在膝盖上跪着走路。现在什么态度？跟谁玩这条命，跟谁玩这条命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今天这个诉求到底是什么呢？一退货，第二赔礼道歉。那您这脸，哦，还有我脸，给我赔脸。赔你什么脸？你天生就长这模样，别冒犯我是吧？前面我进来找他的时候，他让我反省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说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。你有反省过这事吗？我长这样啊，我给你身份证看要不要？我们同事现在叫我程咬金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啊，多尔敦是蓝颜色的，战长沙的是红颜色的，典韦是黄颜色的。有出去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给我解决问题！不红脸的，咱们这面少爷，就是咱们今天还是要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老看电视行吗？我看了吗？我看了吗？不是，那您在干嘛呢？我这算24点呢。咱们现在是解决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让他出去！我唯一的诉求是让他出去。对嘛？你我也觉得是你态度问题嘛。我态度怎么了？我态度让他逼着让他出去，他不出去啊？我态度好，他就能出去吗？我态度好，他就能出去吗？问你？我觉得可以。你说的啊，我态度好就能出去？我是觉得啊，嗯，现在行了吧？我现在已经变成我当初那样了吧？我已经变成小人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他们出去了吧？现在我状态也不是特别好，我爱看病，我的膝盖在当年坐的鞋坐的受伤，还要怎么样？那咬金老师，现在面少已经变成小人了，你以后还会买的东西吗？